好，比赛呢正式开始，这是尹帅对阵小林鹏野。这场比赛当中对战尹帅还是布置了特别的战术。好，我们看到小林鹏野主动发出了进攻，舍身进地面，对，来到下位封闭性防守，三角脚和三角十字固的这个东西就要上了。我们看，先把尹帅的脖颈拉下来，把自己往高位盘。对，尹帅现在还是在全力的挣脱。看，刚才这个松了，好，过腿了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这个半防拿住了。好，三角脚，果然在赛前做的这个三角十字固。哇，漂亮！尹帅看来今天在这主场作战的时候，整个这个战斗力啊，状态非常的亢奋，这个手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把日本选手现在完全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。哦，漂亮后手拳，这个小林吃亏吃大了，刚才在抱摔的瞬间是尹帅出了一腿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上一回和阎墨老师也提到美食检索，有了，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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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漂亮漂亮。对小林的力量绝对碾压，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现在看到刚才的这个慢镜的回放，是。比赛进行到第二局，尹帅降服对手获胜，红方胜。